先影住呢只六号啊，高明进将。又影到标签啦，六号仔高明进将好后啊，跑得10、11、10咁样。但是取胜率跑过15次有0.06喎，有0.4上命率咗，即系呢啲又系即系有成绩，但系近日唔好咁啊，即系呢啲啊。六号仔高明进将何泽耀。爆者童话今年跑得好密喎，真系几好啊！上次第三，前次第六，有逐渐近嘅迹象。黄俊轻磅跑过6次，有0.33上名，未 win 过噶呢个本路程啊！但近绩非常之好啊，近绩36咁啊，即系几好啊！童话越嚟越白色啊！一号仔热门嚟，佢就知道必胜。蔡明少热门，蔡明少啊，133磅，上次第二，前次第五，前前次第三，即系佢2533咁啊，最近4次啊，都几好啊。就马跑过16次，有0.625嘅上命率，0.125嘅取胜率嚟嘅，即系上命率系数一数二嘅呢度。即系除咗只神骏马车之外啊，神骏马车未睇。维港北龙啱啱癫咗，不过近绩非常之好。上次一前次二咁样，如果你买近绩就唔难买过上一次癫都啊，我买唔中啫。佢跑过23次，0.39上名，0.17取胜，排九档潘明辉。二号。维港奔流近绩几好啊！只马战神班德利啊，上次第十，前次第八，前前次第九咁都几格喺较后翻嚟嘅，即系呢啲马好似未起咁样呢啲马，跑过两次都落底啊！神骏马车就嘛近绩几好，上次三，前次三，而家6倍，咁啊跑过两次都落地，咪先？唔系喎，跑过5次，有0.8嘅上名率，睇错第二行啊我，但系未赢过呢个路程，但系佢嘅近绩非常之好。333617咁样啊，333617，6倍，佢未 win 过噶呢个路程啊。智醒财星系上次跑得差少少，但系前次同前前次都跑第二、跑第三咁啊，即系723935咁样个近绩，咁啊初跑此程。近绩系唔错噶，即系你有搣咗上一次嘅第七，咁佢之前都喺2233咁翻嚟。初跑此程啊，得一只马初跑此程啊，呢度啊，就系呢只智醒财星啊，七号时时好运，上次第六，前次11。即有少少进步啊，时时好运啊，但系巴度嗰只咁嘅咩，真系非常不快啊！另外上一场啊，即巴度嘅二号仔、七号仔又点啊？七号仔跑过两次都落地咗。秒秒精彩。上次第八，前次第七，都几好啊！跑两次，有1次 win，
一次第四，从未落地咁啊！呢只马都几好嘅，就话波件事啊。九号仔啊！十号仔红红，季初几好啊，红红啊，即系上一季啊，几好啊。上次第九，前次第六，毛显东，佢系跑过五次都五次落地嘅呢只马，唔系佢最好嘅路程嚟嘅呢个。快谷千二啊！红红九六十二十一二咁啊，即系一支季初跑嗰啲几好嘅表现啦。至圣时机呢只马，即系吓四五三四咁啊，都未入过 Q， 连跑四次啊，即系好啲就入嚟噶啦。呢啲马十一号啊，六档一一四磅啊，一一四磅系应该系。过两磅噶啦，应该系咪？即系过两磅都嚟，好积好积极噶啦，应该。寻晚跑过一次，就一次第四，本路程就唔系佢最好嘅，即系应该。咁但系咁有诚意，真系呢只马，从未跌落过第五名噶喎，真系啊！呢个路程跑一次，一次第四，档位又好，咁样好多人关注嗰只细一号仔，拍晒啦喎！啊、所有有标签喎、啊，成功喎、啊，点解要有个标签啊？因为我唔知只马系乜嘢嚟嘅啫，我唔认得啲马面啊、马样啊，有个标签几好嘅真系。咁啊，主持喺度拣紧马，嗱呢场马有四只马赢过嘅啫，第七场六号就胜出得比较好啲，六一二九啊，呢几只马，咁啊。上名率咧就系四一九六，好似六号一号好似几聚焦咁，一号九号六号呢啲咁啊。近绩咧就二号四号一号八号十一号呢啲咁啊，八号十一号，入八十一号仔咧就未入过 Q 嘅呢个路程，但系佢近绩系非常之好咁啊。我拣一号。四号，一号四号，十一就梗系莫雷拉。十一都几好嘅，其实系咪入个 Q 啫？调转先得，买十一号，十一号。调转嚟买啊！真系，我成日买啲脚，成日都中嘅，真系。十一号、四号我买，唔要一啊！一十一号、四号，吓。四号啊！买只轻磅啲好啲啊！真系啊，买只一一四磅嘅莫雷拉，莫雷拉其实一一六磅嘅。买十一号、四号，唔知得唔得啦？我本来拣一号、十一号噶嘛，谂下，即系我成日拣只脚，成日都癫噶。今日已经两次啦，真系调转嚟买十一号、四号，唔要呢个一号。唔系话一号唔好啊，一号有零点六二五嘅取胜率，唔系嘅上命率。咁但系只次胜时机系哇，轻佢。轻佢二十磅咁滞喎，真系啊！字面上冇二十都十七啦，系咪啊？咁啊，好跑好多噶。十一号四号。麦 Jenny 啊，九号嘅秒秒精彩行头啊，二号维港奔流，十一号致胜时机，同埋四号嘅神骏马车。三只马嘅。时时好运，智醒财星同埋神骏马车，冇乜啊，就系一号仔红格啫喎，到呢个位入晒喎，十一号
同一号系大热门嚟嘅，两只差唔多咁嘅 win。三班千二嘅短途，大热系一啊！好，你一开闸嘅时候大柳闸时时好运啊！前面快嘅马智星财星快，秒秒精彩都相当快啊！出边有战神啦，黑衫第四位高明进将，外边第五位咧仲维港奔流啊！后啲嘅马啦，知道必胜所数，喺呢个内栏第六嚟噶。响佢出边神骏马车啊，后啲嘅马啦，尾四位置灰马童话，尾三智星时机，尾二红红啊！大舵后就系出闸慢咗嗰只时时好运嚟噶。好啦，去到对面直路中尾段啦，前面放头嘅马咧，见到内栏位置系嗰只智星财星嚟噶，出边系。维港奔流啊，咁啊中间第三位嘅马匹有呢只战神啦，内栏第四位红衫秒秒精彩，黑衫高明进将啊，内栏第六啦，跟得好顺啊，即系知道必胜啊，响佢出边仲有神骏马车啊，后啲先嗰啲童话啦，智胜诶呢个智胜时机啦，尾依红红啊，包尾嗰只仍然系时时好运嚟噶，好啦，转正弯入直路啦，前面智胜财星仲系占先啊，维港奔流开始追佢噶啦，再见到外边位置，知道必胜上紧，马林中间仲有呢只智胜时机啊，最后一百米啦，智胜财星仲系。占先，维港奔流追紧，出边仲有知道必胜，后边嘅马仲有呢只智胜时机，接近终点，外边涌上嚟，终于赢啦！知道必胜啊，维港奔流就跑第二，系一号赢咗，真系调转嚟买就唔得啦，真系啊！十一号赢咗只五号仔，好似我个呢个样，一号知道。知道必胜，现在第七场，一号是一号是这个速食能量最高特张马来的，咁即系so far现在中了两只，但系都是买了七注，都赢不够七注，输少少，所以要继续同佢战斗下去，咁就唔会输晒，即起码唔会食白果啦。一号仔咁犀利嘅，就130几磅赢咗俾佢。十一号、12、11、5，唉，即系五号，即四号唔知去咗边啊！只田泰安啊，咪一号、十一号都有位置啊，中唔到 Q 噶呢场。出嚟就呢只一号仔咧，只一号仔咧就出得唔系好快嘅，呢只马赢到嘅呢只马，佢战绩好好啦，但系重磅我就放弃咗佢，但系应该唔好咁啊，应该啊。咁啊，呢只马赢得嘅。智醒财星呢只马跑第四，维港奔流喺外边，两只喺度前斗，呢两只马都冇位置派彩嘅，咪知道必胜喺呢度。咁啊，唔够 WiFi， 我即系我呢度啊，真系唔好意思啊，真系。咁啊！智醒财星喺前边有两三个马位嘅优势，咁但系只蔡明少冲上嚟，同一号、二号穿 Q， 十一号仔上嚟赢咗只智醒财星，攞翻个第三。我本来谂住买一号、十一号嘅，真系，即系临尾啊！即系自己个 program 应该放弃噶，呢个系一个教训嚟嘅，应该咁咪我中咗呢个 win。唔紧要啦，我今日都唔系输，唔应该唔使输咯，中咗条 Q， 中咗一个 win。好，知道必胜，有174蚊啊！一号、二号。